中国国际文化交流集团联合主办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声中回顾中华民族复兴这百年来的历程。百年辛亥，百年辉煌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现在开始。指挥江军一，伴奏美国华人艺术家协会交响乐团，请欣赏。吹着那些微风，掠过
身着重重的棉袍和毡靴，赵元任先生紧紧的西装和领结，都化入了燕子说的那些话，叫我如何不想他。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春草萌发中的学堂乐歌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夏日炎炎池的宝露蜂巢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秋风愁雨里的秋景起意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冬雪皑皑下的举国共和。起点就这样奠基，爱他，一个民族就这样起立。仰望茫茫的星空，那是一颗最亮的星星。回望民族的碑林，那是一次最伟大的先行，把建国方略的宏伟归途留给了我们，把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传给了我们，我们深情地送别了伟大的先行者，我们将永远铭记伟大的中山精神。建立并没有阻止封建余孽死灰复燃的蠢动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中山先生的嘱托激励着所有盼望民族复兴的志士人人，不能只有知识阶层的觉醒，必须唤起全国的工农学兵，打倒列强，打
向着黄河，唱出我们的赞歌。Good.